谁家好人五点起身，六点三零出发。你们算的小伙伴。今天本坛做 bus A， 这个粉的不是 A， 好好好，这绿的朋友也不是 A。我要走啊！还有，你们耐心等待，和朋友们拍照先。五点五十三分，六点半要出发，我们的 bus 才到，迟到了几分钟多，迟到。成功上车，开始出发。导游说先到休息站吃早餐。ice cream， 就快点来哟。上回 bus， 我的手机响了。于是拍回他们两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啊，是活动费啊，发热器啊，啊，便秘啊，哇，天气热喝冰糖很好的啊。这个蜜糖流出来了，这个蜜蜂呢，它可以飞很远的，3公里才蜜回来，它不会跑掉的，因为它有一个网络在那边，我找没有啊。OK， 看到吗？不用怕的哈。切蜂蜡给我们试吃。做的窝啊，叫做蜂蜡。给老师们参观一下，看。这个是红的，种下的，你拿起来看种吗？啊，种下，这个还没有满的，满之后有3滴落左右的。这个蜡是可以吃的，蜜蜂造的蜡。如果我们这样子搅啊，它不会融的。你有小小粒颗进肚子里面，它会融化，它可以把肠胃里面的那个细菌给杀掉，就是这个。朋友偷拍的我，哈哈，很努力在摄影。看到了不知名虫，这个蜂蜡是尊都好吃，不会太甜，它的蜡是塑胶的，虽然可以吃，但是我咬不到啊。进去里面，试喝蜜糖，这地球真的好看。走迷宫。Oh my god， 迷宫。
期待一下它长模样。Oh my god， 它真的是大象鱼！刚才我在外面就看到萌萌像大象鱼。感谢摄影师海鑫。打住，这个太恐怖了，我不配合他拍照。在我们走过的地方，我要看到 Mr. Bean。 哎， Mr. Bean 呢？ Mr. Bean 看到吗？ Mr. Bean 掉下来了，掉下来。看完迷宫看房子。 Hello。 咦，是让我埋人的藏什么鬼物，扁扁的，没有藏脚物啊，不懂啊。然后这个前面也是我们走的迷宫，然后去那边拍照。 Hello， 自己摆的造型自己笑。看上面这样五颜六色的拖鞋挂在墙壁，他买来人了，笑死！我口罩射完了，跟我一样。是过山车，那个什么天轮 ，Oh my gosh！ 但是不给进，哈哈哈哈。爱心地。Oh my god！ 吃饭吃饭，现在去吃饭。导游不给吃饭按电话，我只能拍到这一点了，不好意思了家人们。真的是很像监狱。由于这博物馆以前真的是一间监狱，所以很多地方都不能拍摄，因此这站的段子也比较少。监狱里警察的服装，每一个服装代表着不同年代。走开你！警察的徽章。Hello， 这个是警察的。Hello。 在外面演示鞭刑。来到机场街，机场街，我第一次也真的。耶，太好了！今天的天气有点不平常。我画的知道很丑。哎，掉下去啊！
选个自己喜欢的面。啊，就这样擦就掉。电话放下去。盖了自己的杯后，帅哥工作人员就会拿走。我的丑杯在这里，真的很丑，哈哈哈。这边工作人员会叫你亲自把自己的杯转下去，然后一个个问你要放那些调味料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小可爱。然后打包。再装盒。拿到了，感谢。给你们看长什么，很多人排，是真的可以吃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走去隔壁土产店买特产。嗨，三个，三个加买。买了5个特产零食，花了 RM32。Oh my god！ 哇！好啦，让我这里重新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是来自珍珠角村的导游，我叫严先生，也叫李哥哥，你们可以叫严导游。啊，严哥哥也可以啦。啊，那么呢，刚刚我过去看你们的时候，很多同学在问我。多少岁？我是八岁半了，今天。我真的是八岁半。另外呢，在我们结束我们的行程之前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如果没有他在的话，我们今天是去不到美拉克，也从美拉克走不到。对啦，猜到，就是我们巴士 driver。好，那么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巴士 driver， 他的名字是 Captain Kalai。啊，好，那么现在你们可以跟他讲一个 Terima kasih Captain Kalai， OK， 好，来，一二三， Terima kasih Captain Kalai， 好，他讲谢谢你们。好，那么呢，你们今天的表现全部也很棒，有在听老师的话，也有听好的安排，来，请问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。啊，谢谢你们今天的配合，没有你们的配合的话，行程今天也不会那么的顺畅啊。点关注不迷路，看什么看？你不点赞我打你的小屁屁。颜值高的人都会点赞，你看着办吧。